各位贵宾莅临 MOPCOM。 现在各位所在的位置是 R1， 我们待会将进行开幕仪式。我是今天的主持人新宇，我是 Freya。 接下来的每场议程都将由我们来为各位介绍讲者。由于近年来国外的讲者以及会众参与度提升，因此今年我们将以双语的模式进行开场以及介绍 Keynote 场次。我们鼓励会众发表心得文，有机会取得明年的门票哦。Ladies and gentlemen, welcome to MOPCOM 2017. I'm your host, Freya. I'm Xin Yu. We will introduce the speakers at the beginning of each section. Since more and more speakers and participants from different countries during this conference in recent years, we will use both English and Chinese for our opening and for introducing the keynote sections. We encourage all the participants to share their feedbacks about this conference. Once you post your feedback on Facebook or other social media, you may get a ticket for MOPCOM 2018. Now, ladies and gentlemen, let's welcome Mr. Hash, this year's conference director. 最后，我们邀请今天活动的大家长 Hash 上台，为我们揭开今天的序幕。Hello， 大家早安啊！好，看大家很有精神。好，感谢大家参加今年的 MOPCOM 2017。我是今年的总召，我是 Hash。好，那就我、哦、还有人在陆续进场，就是感谢大家这么早起来参加这个活动哈。那今年这是我们的精神 ，Hyperconnectivity。其实，在十年以前哈，我们都没有办法去体会说，就是现在的行动装置会这么的常见，这么的频繁。然后呢，现在其实你只要拥有一个行动装置，然后你再有一个网络，你就可以控制你的生活，你可以把你人与人之间连接在一起。那现在的技术越来越发达，像是 AI、Big Data 或者是 VR 等等的技术越来越成熟。那我们期望就是在未来的几年或者未来的十年，这些技术可以为我们的生活带来更多更多的改变。好，六年了，我们 MOPCOM 从2012年到2017年已经六年了，从南部没有半个研讨会，然后到150人的小型研讨会，到现在已经是一个在座各位可以看到，就是已经是一个千人的研讨会。那我们也成为了浊水溪以南最大最强的研讨会。哎，这时候不是要一点掌声吗？好，其实一路走来，我们在南部资讯圈看到就是越来越大，然后越来越强。那以前南部资讯圈可能没那么好找工作，也甚至很少厂商。到现在，越来越多厂商愿意进驻南部，越来越多的工作机会都已经来了。那其实我相信未来的机会会越来越多，会越来越好。那当然，这段时间大会有这样子的成长，我们必须还是得感谢一些人。首先呢，我们还是得感谢我们所有的赞助商。第一个，我们最大等级的赞助商 Tony Stark Google Cloud。再来是 Bruce Wayne 的 Webduino、KKBox、AWS、捕梦网跟 OS， 还有 Geek 等级的104、高雄银行与一卡通联名赞助 ；Developer 等级的乃是实业、幼生研究基金会、甘地，还有 Pro 摄影资讯、迪卡、伟创、明普跟研旅社。当然，我们也要特别感谢以下单位，包含树德科技大学、KKTX、HackMD。TT 面膜，还有打口啤酒跟 Facebook。那除了这些赞助商跟这些单位之外呢，我们当然也要感谢在座的各位，感谢大家的热情参与，才有我们大家今天。那大家给自己一点掌声吧。那当然就是除了议程之外，我们当然还是要介绍一下今年 MOPCOM 有什么新的东西嘛。那今年呢，我们终于把 MOPCOM App 终于做出来了。好。那我们有两个平台开放在那个 store 上面，那大家可以用上面的 QR code 自己下载。那现场有很多活动可以玩，那我这边来介绍一下有什么活动。首先呢，我们大地游戏的部分，我们分成三个活动。第一个，你可以在各个摊位去收集所有摊位徽章，那你可以去我们的 MOPCOM 摊位去做一个自制的一个徽章这样子。然后再来是，你只要到我们的摊位去打卡拍照，那就可以获得限量的 TT 面膜。
再来是只要收集场上所有包含就是贴在各个场地隐藏的角落的徽章，你可以获得就是限量的一些赠品。那这些赠品是什么我就不透露，那就欢迎大家自己去玩，自己去寻找。那除了大地游戏之外呢，当然我们还是有一些我们的销售商品，当然包含就是我们的笔记本还有贴纸都蛮精美的，当然还有就是每一年大家最期待就是我们的 MoCon T-shirt。那今年的 T-shirt 就是其实也是蛮好看的，就是欢迎大家可以去我们的那个服务台进行询问。再来是我们今年终于把我们的 Line Talk 搬回来了。那 Line Talk 的话，我们的报名地点在我的右手边，在门的外面那一个区块就是我们的 Unconference。那 Unconference 旁边会有一些白板可以让大家进行报名。那欢迎大家踊跃填写，踊跃参加。那想要讲什么，想要宣传什么都可以，就是欢迎大家去讲。那再来就是我们今年导入了，就是首次加入了社群摊位。那我们就是希望说，我们可以增加我们摊位的丰富性，然后也支持更多的社群可以参与我们的活动。那以上就是我的开场，那感谢今天大家的参与，那也希望大家享受这两天的议程。那如果有任何问题的话，请大家寻找就是穿着我这个灰色 T 恤的工作人员，或者是至服务台进行询问。那谢谢大家。感谢 Hash 的开场。接下来我们将跟各位介绍 MobCon 主要赞助商，感谢他们的赞助，这场南台湾最大的开发者年会才得以顺利的进行。首先我们先介绍 Google Cloud。 Google Cloud 是由 Google 所提供整合产品科技与服务的独特解决方案，协助我们的客户以简单的操作方式达到客户所需求的效能。 Google Cloud 横跨商业的每个层面，包括 Google Cloud Platform 的所有服务、写作生产力应用条件、G Suite 机器学习工具与 API、企业地图 API 以及接上云端的安卓电话、平板与 Chromebook， 这一切的解决方案与服务都是建构于云端之上。下一间为 Webduino。 Webduino 是一个 Web 为主的云端服务，在2015年率先于高雄推出。 Webduino 除了包含物联网的开发板和学习工具，更提供整合 App、Web 和 IoT 的云端平台，不论是要进行程式的学习或打造完整的开发应用，都能透过 Webduino 一一实现。接着下来是捕梦网，企业云端最佳捷径，以台湾企业为服务对象，提供一站式的 IT 服务，从网址注册、商城架站、虚拟主机到进阶的云端服务、资讯安全。捕梦网的客户服务领先同业，机房采环状架构，具备双倍元机制，注重伺服器和网路的高可用性，确保网路服务顺畅，高弹性扩充，客户可弹性调整租用价格，搭配用多少付多少租赁机制，以合理的金额拥有国际级的网路服务。下一间为 AWS。 AWS 一直是全球应用最广泛的云端服务平台，提供超过90种的功能全面的云端服务，包括运算、储存、网络、数据库、分析、应用服务、配置、管理、开发等，都获得了全球超过百万客户的信任，包括了发展迅速的新创公司以及大型企业和政府机构。 AWS 协助客户强化自身的基础设施，提高营运上的弹性与应变能力，同时降低成本。紧接着下来是 KKBOX，亚洲顶尖数位音乐服务品牌，拥有3000万首丰富的音乐曲库，还提供细致且个人化的音乐内容。KKBOX 就是懂你的音乐喜好，线上一起听及独家直播演唱会，让爱追星的你跟偶像随时随地零距离，立即启动专属于你的音乐体验，享受无穷的音乐乐趣。最后一间为雅虎。OS 是 Verizon 微讯通讯旗下的子公司，雅虎在全球拥有超过10亿的用户，提供包括雅虎等超过50个媒体内容、科技与广告产品。作为全球数位行动领导者， OS 正在重新定义媒体的未来。雅虎奇摩也为企业提供电子商务服务的解决方案，同时我们长期致力于培育台湾的人才，提供丰富的机会与产业接轨，提升各领域的人才竞争力。
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感谢以上 MOBCON 主要赞助商。